啊，这三四中物理啊！你看这铁架，你看这平面落下去的，看看这个。啊，这三四中物理啊！你看这铁架，你看这平面落下去的，看看这个。解决吧，怎么回事？人大这事儿能不能解决？对不对？家里老人都不敢，老人都不敢告诉，知道吗？都心脏就刚支完架，今天上月手术啊？知道吗？知道，咱心情。让我们签字的时候，家里人老爸一直打电话，一个接一个，一个接一个，一个接一个。为啥不签字不让我们看孩子？平常不让我们看孩子呀。这样，那个我先了解情况，然后我做不了主的，我再和我的领导请示。那你赶紧找一个你能你上面领导来，别一级一报的。那个他们安保部长来，完了把咱那个主任一时找来，完了之后你有啥问题，我他给你解答。多少天能来呢？啊，你这个领导一个小时一个解决不了，马上就来，马上就来，马上是多长时间呢？别着急，别着急。说完了之后，行了，来。来，这咱区里的领导，你那个把他那主任找出来，跟家属有些问题要提出问题。那不是，咱就找个那个屋，咱们在别的就搁这儿，哪儿也不去。在屋，在个屋。你上哪儿？哪儿也不去，也就搁这儿。你说上哪儿也得找问题，现在吧，对不对？我说了吧，不能让孩子在这儿躺。现在你我不签字都不让我看孩子，我签什么字啊？现在就搁这儿躺着了。是已经到这个程度了，咱现在就是控制，把这个大事还事情咱们处理好。我姑娘13岁，你姑娘多大？你家孩子多大？你家孩子多大？我想问问。控制情绪，控制情绪啊！警察别说话了，情绪谁能控制了啊？警察别说话了。领导都搁这儿呢吧？怎么办？说吧。谁到了？警察别说话了。该咋说就咋说。现在是5点多的
报告就出来了，十一点多才告诉我们，要不家属能十一点多还有生命体征吗？别，就我这儿说。再说了，我们一直在这儿等着，我们四点多钟就来了，一直等到现在十一点多钟。你这咋跟我合理解释？你报告不是他写的，你老让他解释，我让谁解释？你写的，你就让谁来呗，找吧，来就当面解释呗。政府来了吧？主任医师呢？给解释，对不对？解释吧。你为啥当时死的时候打出报告告诉我们家里？我们对他都有疑，还搁那做？必须得告诉我们，找个明白人给他带回来。你为啥不告诉我们呢？到现在告诉我们？因为现在我跟你也说不清楚，因为我也没见着大夫。咱不用喊，等大夫。咱不，咱再说了。你们说的我都听懂了。不是，再说了，我都听懂了。再说了，东西怎么解释？咱们咱就说一下子，你现在这个五点多钟的那啥结果，你十一点多告诉我们，我们中间还问那个政府的领导，哪个领导？那女的，还问他呢。八点多钟问他，他说的，那个正在抢救，正在抢救啊！这你们说的，政府人说的。对吧？你说你要当时没有生命体征，你告诉我们，我们何必现在全家人都在这儿呢？我们现在就纠结这时间，你是抢救了或不抢救，到底咋回事？抢没抢救这东西？我们放弃了，不可能不抢。你不抢救的话，五点多就没了人。你现在告诉我们，要我们谁能理解了？肯定会。医生说了的，到了就已经没有生命体征了，还抢救啥了？他告我，赶快这五点多钟报告结果，他告我抢救六个小时，他告我抢救六个小时。五点多就没有生命体征，告我抢救六个小时，这六小时干啥了？谁知道啊？接受不了，接受不了，孩子太小，谁接受不了？谁都接受不了，我也一样。大伙儿再说了，现在所有人知道领导来了。领导，我告诉你，这个五点多钟，这绝对不给。人已经死亡的情况下，你就说吧，咱们政府领导光把公安整来了，公安全都来维护秩序。领导干啥？领导干啥来了？一个没有了。一个来说话都没有，反过来现在十一点多了，我们来，我们家属让我们签字，大夫就告诉我们，你们签字，不签字不让你看人。警察来了干啥了？镇压来了，维持秩序来了。不会镇压的。啊、人都死，五点多钟人都死了，领导不来。用了警察来了。领导不来维持那啥，不来那什么了？不来说法。你们有点太那啥了吧？等一会儿，等大夫来，咱们了解情况。现在吧，关键是啥呢？咱情绪吧，现在肯定，咱现在这孩子咱接受不了，肯定是接受不了。但是现在已经报告结果，五点多钟的结果，谁也接受不了。让我们现在签字，让我们现在签字。现在签字，反过来告我们抢救六个小时。孩子已经没了，咱们把善后处理好。怎么善后？我现在都没处理明白，你告诉我处理善后？我连见孩子最后一面也没看见。那签字不让见面？再说你现在得让我看一下孩子是不是我家孩子，要万一不是我家孩子呢？刚才我就说了，就得让我们看呢，证明是不是我们的孩子呀？我是不是我家孩子，我们都不知道呢。六个小时抢救不过来，晚上十一点五点多钟完事儿。哎呦我的妈呀！你们告诉我，请说抢救不了，孩子怎么事？我们上哈尔滨，咱们现在要求，对不对？你们地医院干啥呢？您正市领导干啥呢？现在要求看孩子呀，我们现在要求非得让人看孩子，搁哪说非在哪的也得看是不是我们的孩子呀。这个你光光让我们签字，那是不是我们孩子呀？一会儿可以看。他不让我们看呢，告诉我不签字不让看，让我们看。那为啥不让？我不让我看，一会儿我和院方看。帮我们看，你孩子他为啥不让我们看呢？还得送到一楼才让一会儿我问，搁这儿都不让看。就刚才告诉我们，你们别跟我磨叽是没有用的，就赶快签字就完事儿了。他说这些都不重要，你说这不重要吗？孩子没了，他都不让我们看，就告诉我让我们签。你妈得告诉俺们孩子，现在给你的是啥情况？就我们家孩子有事，你们的孩子都没事儿呢。你现在就要求让他告知。现在啥情况不知道，一摸一问不知道。你们也有可能像我们似的，你就得找他，让他必须告知。是有没有？您作为领导，
咱说最起码得告诉我们家属孩子是个什么情况，是生死的、那个。如果咱说咱最起码找一个就是能说的话、能说的算、能负责的。咱您来您也说，您也不知道情况了解，你是不是？你说的话有道理。就咱别说有道理，人得讲理。我们孩子，我们给这待六七个小时，对不对？谁也不知道孩子。咱不用特别啥什么情况，我们能接受，但我们得知道孩子啥情况。医院的一些规矩啥，我们也不知道。不是说了吗？你们去了，你们去了已经不跟沟通了吗？来，我刚调局的呢，怎么又刚知道的呢？我说我自己，你自己刚知道，领导派你来的吧？对对，那你把你那管你领导找来，你把医生找出来，快点来。医生出来，他不治的吗？他不救人吗？找，肯定会找出来。找啊！把医生喊出来，快点来。到现在也不敢说话，也不敢说话。您领导，您是不是？这屋是干嘛的？这屋是找谈话的，告诉你孩子死了。孩子呢？孩子没了。我们现在活，想知道生死，能不能知道一下？告诉什么？不是，主治医师能不能出来？我就问你。不敢出来，现在。你看，这不都是吗？能不能出来？最起码能出个专业人。还整个小窗口，别咋说了，还医生，现在医生不敢出来。我都怀疑啊，不能又问了，你现在问，就搁这喊谁？别的人就咱先走一个，咱先走俩人，咱先去给孩子买一把衣服买了。这点上哪买衣服去？小孩明天穿不上了。小孩没有穿寿衣的。有，给买小孩穿的。师傅说可以了。又一个买衣服，给他穿。别吵了，别吵了，别懂了。你看他这又来了。啥呢？一会儿啊，孩子。不用拖了，就咋啥情况告诉我。啥情况？刚跑，你这想太多了。有没有人？警察，带我出来一个！带我出来一个！那你就给我信儿，我知道是高生死的，你告诉什么？你要做不了主，你先找一个做主，让我看孩子怎么死的。不是，你在这活着，我们就在这等着你。不是，你们这孩子送过来时，你们照相了吗？没有，就一直人都不吱声。我就说，那你怎么就说那个孩子是我的孩子？你得让我看一眼，你得认一下子。他说挂着牌，谁确定的这个牌啊？你过来，什么窗口啊？对，是窗口。你在这里边，人家说想见孩子，你赶快跟那个那啥沟通。这领导在里边呢，你往外躲啥呀？对，要烧死你，快点联系。你他妈三岁的孩子啊，到你们医院找不着他。那你干啥去呢？要不然你找人。这是你要真听你妈领导，看好你大姐呢。这不在家还不找人？看好你大姐，两手过来。如果有领导说的不算的，赶紧走，知道吗？这是我们说话。没有，你整他干啥？说，孩子晚上黑人。你们先别吵吵，他已经告诉我的孩子没了，让我先认一下子。让我先认一下子，来说。说，你这样，你让我认一下子，我看是不是。我知道跟你联系。你咋这么磨叽的说个话，那么费劲呢？你让我看看，你告诉我，我得看，我希望搞错了，你知道吗？你有没有他没有？因为没有家长看着这个孩子叫是谁。我没意思，你是主任医师，你让我出来，下次出来，对吧？不理，能不出来？二呢？这他妈都领导啊，有没有说算的？我已经没有说算呢。别激动，我不激动，我就是找领导。真的，我满当的啊，什么事儿？我维权呢，我路为啥不让我录？什么事儿吧，你得解决。为啥不让我录？问啊，这得解决。不是我主动来问的，我主动来问的，我让公安帮着协调，跟医生沟通一下，公安也不协调，我主动来问的，我说我完了，完了，然后他说你们一个个来，然后我说那这样，我说怎么能确定这个是我的姑娘？他说挂着牌的，我说我们家长没看到，你让我认一下子，我希望搞错了，对不对？如果搞正确了，那我就接受了，你让我去看一眼呐、啊，又没做不出来的，孩子都走了，我领。领导能说算，刚才来那个呢？区里的那个？他跟他们啊，区里的那个，区领导呢？
区里领导呢？区里领导呢？你别找我，我说你区领导呢？哪儿呢？我不激动，我跟他激啥动啊？来来来，出来来，你谁说算？啊，有没有说算的？现在都是猫干啥呀？好嘞、哎，都谁说算？来、哎、谁说算？来，这给你。谁说算？来，我给你找那医生。医生进去了，不出来。先见他。你孩子不能不让见他，这啥情况？你让见一下。你救的，咱肯定不穿。开门给他买一身新的。不是，我得认他，是不是？院长，我认孩子，我认我的孩子，用不用连省长？推出来，推出来，推出来。我认他，出来。我希望他搞错了。是是是，叫他把这个那啥，叫他把这个那个没有生命体征孩子推出来，行不行？告诉我也一样，告诉我送来就没有生命体征。那你他妈抢什么救啊？我们4点多就到了。不是你抢救可以，你得告诉我们呢。不是这么六个小时，领导说没有生命体征，六个小时来了，告诉说没有生命体征了。啊，送来说没有生命体征，你是不是得抢救的过程当中，你告诉我，我们在这一直在这等。不是。我们家长来的时候还没有别人来呢，我们第一个到的。不是哪有谁家都行，你发抖音，谁家都有啊！来来来，快点来，让我认识是不是？还有不少别的这个患者，我就认我自己家给你推出来，谁家都有孩子，是谁家都有啊，大哥呀！要是没有生命体征，没有抢救价值，叫他给推出来，早就没有了，为啥不推出来，还搁你待着？让我认一下吧，快点，这医生在用心肺复苏的。已经不行了，要姑招什么罪？你这个事儿，市里没有人出头，教育局没有人出头，就是你们警察。市里有没有人来？我们应该跟警察。有没有人来？我不进，你出来，来来，你出来。那不后交吗？我们应该跟警察沟通吗？省长是不是来了？省里是不是来人了？来人！找省长了。你要不来，我们全心洗澡去。不来。我认可把孩子扔这儿。又不告诉什么玩意儿？你们比你大的领导能不能来一个说的算的？你这领导犹犹豫豫一天天，这不太讲。你还啥吗？领导、市长、市委书记，能不能来？你妈已经不清醒了，必须得跟十几个孩子，市长、市委书记没有空吗？全国都知道了，深圳都他妈打电话了。确实没了，抓紧让我们认。找的是谁？那不是没了。你们哪个领导到点儿？你们干啥都是？能，得有一个人。别摆了手，你们是干啥的？咱们现在能不能先看孩子？别在这儿碰见了。现在就找咱们就那个人。对，让我们看孩子。找主任呢？我要是说没有，掐了，把这停了，发到排救群里，然后一会儿你接着录。行了，所有家这个地方都要出现一些弯曲的东西，像你们到这个改造的是比较。